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啊，好，这次来玩啦啦队员，皮肤是各位耳熟能详，看得出来就是一个金皮，非常的华丽又帅气的金皮。对，我们又来玩了，因为没有抽那个，我上次是不是讲错了，讲成迪士尼是三丽鸥啦，不是迪士尼。好，那个造型呢，真的是蛮可爱的，但是要我买嘛，我还是先不要，因为我觉得时间过了点久了，如果再买的话，可能那热度都过了。各位知道，皮肤这种东西呢，审美观是有保存期限的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上面之后呢，然后发现守夜人呢改追其他人了，是因为我的关系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他想追那一个人。好啦，我觉得有点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关系并没有到100%，应该是99%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呢遇到了一个囚徒，一起来破译。OK， 对方的这个破译机远方啦，速度已经破译超过一半了，所以那边有人破译。哇，这速度算快，虽然损耗有中，但是还是让他切换吧。我只能对他的韧性宠溺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三个人在破译，马上破译到这一台。OK， 一台了。然后最后是被追，即时被追。好，一个是歌剧演员看到，一个是守卫人刚刚追我，然后反追其他人。他是反追谁啊？是反追宙斯吗？好像是。好，要过来了，心脏不够大颗，千万就是要，哎呦，你看他还是来了。Hello， 要追我吗？哎呦，还来。好，没有，继续追宙斯。好，宙斯就是，哎，没办法，只要他被打两下了，没办法，真的是有点危险。但是他自己有一层咒像化，应该能用就用了啦。对，千万不要省。怎么改追囚徒了？好，又回去了吧？应该又回去打。如果回去打的话，应该还有机会让我把这台破译掉。吸了一下，打了第二下，哇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好，加速一下，买个东西。牛仔过去了，可能可以救，应该是可以吧。好，看一下，买个东西，枪是救人还是自保呢？不得而知。好，我这个皮肤其实也不错看呐，对，就是，但是可能这个年头应该是可爱才是无敌啊，不可爱的话就应该比较没那么无敌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补个枪啦，补枪，这边打到，哦，尴尬了，如果他能够再稍微多溜个一秒，也许这个枪价值就不止那些了。也许会更有价值一点，但是没办法，为了自保。哎呦，这个黑色的影子该不会是歌剧演员吧？我觉得闹剧结束，刚才先走了。好，我这个皮肤不算可爱，算是 steampunk 的风格吧，就是类似那种蒸汽朋克。好，这个拉队员的皮肤就在我旁边，就是他的皮肤，就是他，就是三丽鸥的皮肤。真的很可爱啦，好不好？很可爱，是真的很可爱，真的比较像啦啦队员。我好像不太像啦啦队员相较之下，有没有？人家这种兔耳朵，绒毛毛的绒毛茸茸的兔耳朵才对。然后呢，又穿这种是泡泡袜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可爱。然后呢，手上拿了两个彩球，我现在手上有拿彩球这种东西吗？我拿这什么东西？我拿这什么鬼？这是喇叭是不是？我是拿了喇叭各位。人家怎么很可爱，拿的是彩球人家拿的是那种加油、那种拉队专用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，我是拿喇叭这难怪不能比。可是我是金皮金皮如果是换成三丽鸥那个造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更多人会喜欢吧。再加一些有的没的特效有没有？像我这种特效，再加那种可爱的什么爱心啊，那种很多颗那种布拉布拉的爱心，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可爱，然后就可以卖很贵，对不对？大家就会买单了。对，这个网易真的好好想一想这种销售的策略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把技师摸回来。刚刚呢我想说他应该只是对装一下而已，就是不让我摸，他自己买个多布林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他没在跟我客气，就是还是要我摸。但是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有团队精神，所以我就把他摸回来了。好 ，OK， 现在呢，来救个人吧，囚徒救一下。有回访吗？祭司是不是要抢着救人呢？祭司抢功劳是不是？算了啦，那就这样子吧。对，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计较太多，
我还是我说团队精神，刚刚不是讲了团队精神，所以谁救都可以啦。但是囚徒应该知道，刚我去救你哦、喔，我你有看到我吧？对，我很在意这一点。好 ，OK， 宙斯现在三个人过去救，何德何能？三个人哦、喔。好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瞬间倒哎、欸！我想说，如果是有龙虾神经的三倍反应力的话，应该就能够瞬间按咒像，但是看来似乎是没有。好，已经三人咒像，如果下次被救掉的话呢，应该毫无犹豫用掉三层了吧？好，救掉了，有三层吗？三层，哎、欸，只用一层是怎样？这个自信心从哪来？好吧，你就不要再倒，就不要再倒。好，我压了压了，等一下，我打劫。哎，救了一个瞬间又被抓。好吧，他们速度真的太快了，他讲快走。好，最后的身影，哎、欸，应该是不能怪我吧？我的反应速度也没有到龙虾三倍。啊、我尽可能了啦，因为这个破印呢好像没有到一个极限再压，会我觉得应该不会到极限再压会比较效果会比较好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他这太快被抓了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吧，五五好不好？我算五五。好，那如果赢的话，那就不要计较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是平局都可以，好吧？平局或赢，我们就争取平局或赢，因为看这种情况，看这种态势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会赢啊。应该是不至于会输，因为毕竟只飞到一个而已。然后拉拉队你现在这么可爱，肯定会被救，是不是？所以也不用太担心。哎、啊，宙斯怎么倒了啦？宙斯就要飞了。我观察到宙斯好像都不太舍得用咒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要省这咒像，是他省去天堂用，是带不走的、欸。这个算遗产了、欸。他的咒像完全没办法在天堂用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应该早点用一用吧。好，拉队现在倒数快结束了，哎、欸，附近很多人，感觉有人要救吧？因为毕竟这么可爱，我讲第二次。好，毕竟这么可爱，应该有人会去救。我、哦、开了枪，而且不仅开了枪，而且还……哦，是牛仔是不是？牛仔救的话就不意外了。好，我要帮忙扛吗？扛一下好了，反正毕竟我是拿个喇叭，我这个人死不足惜，是不是？拿喇叭的跟拿那种彩球可爱的这种，像我们这种就是躺在地上曝尸个三五天都没有人会发现那一种，但是他又倒了，他又倒了，看来可爱并不是无敌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种低调的风格，其实没有到很低调啦，我们这种，哎呦来了，再助跑一下，哦，他速度真的很快、欸，冲刺，还好差点被针对，哎、欸，真的会玩的这个。歌剧演员真的速度真的是跟鬼一样哎、欸，超快的。好吧，拉队员，拜拜。我可以取代你吗？不行，我无法取代你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。但是至少你飞掉了吧？是不是？可以去陪一下宙斯喽。太腹黑了，哎呦，我赶快走了。啊，好 ，OK， 我们这局应该可以平局吧？应该是可以啦。看祭司怎么样？祭司如果不皮的话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最近都是绒毛系的、啊，水桶也是绒毛系啊。那个皮肤我有了，不是那个水桶我有了，所以还好啊。OK， 平局，下集见，拜。